环境我是相信有保证的，就算是没有，大家去碰碰运气也无所谓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有兴趣，找到宝藏我就发财了，找不到也只当玩了一会，你说是不是？万一有危险呢？哪有什么危险呢？没那么吓人的好不好？那好吧，我也加入，不过要是找到宝藏得有我的一份，要是没有我也不怪你们，就当我免费给你们当一回导游了。放心啦，宝藏绝对会有你一份啦，我一个人也要不完，对不对？那好吧，我也加入，你们去找宝藏，我呢去找野人和探险，就当结伴同行了。行，就这样说定了，那我们明天就出发直奔野人谷。现在也不早了，大家各自回家忙，早点休息啦。好。谁？谁在外面？哦，是我啦！我怕有邪，在你这里撒些硫磺粉，这些东西啊防邪。不用了，你早点回去睡觉吧。凭那家伙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千万不要和他走太近了，小心他。干什么啊？别闹了，快睡觉。没事吧？谢谢啊。干什么干什么？你怎么抓我女朋友的手？不是兄弟，你别误会啊，他刚才绊了一下，我扶了一下，别多想。好了好了，远雄，他是在帮我，你别误会了。哎，你说这个里面真的会有宝藏吗？有没有宝藏我不感兴趣，但是我更希望遇到野人。我也希望。我也是，我家有的是钱，我才看不上这点宝藏。哼，等野人快点走行不行？有个人，你没事吧？快先救人吧，我带上纱布。咦，是他？你俩认识？他怎么来了？吴军，老子终于找到你这个狗东西，看老子不宰了你！玉娟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别打别打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听我说，哎，听我说，别打了。什么情况啊？见面就喊打喊杀的，再打我报警了啊！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小事小事情，我欠他点钱而已。没想到这小子追到这里来了，小事情小事情。遇见了，我答应找了宝藏会还给你的吗？而且双倍还给你，你小子至于这样吗你？哎，地图真是你的，还真有宝藏的事。没有我跑来做什么？难道发疯了吗？哎，哎，兄弟，你要不要找个木棍杵着走啊？哎，说说宝藏的事情吧。哎，要不这样呢？你们看他已经伤成这样了，要不就让他跟我们一起结伴同行呢？好啊。好啊。
一路上听他讲故事，多有趣啊！